这个房间是干嘛的？甜甜，装快递的。装快递的，这全部是妈妈寄过来的快递吗？我的天哪，你妈妈是要把快递公司给搬回来吗？先开什么？先开玩具啊。好，你们先把玩具挑下来，看你们认不认得字啊，把认识的都挑出来啊。贴指甲的，这是你的小皮鞋呀。哎呀，不要抢不要抢，你看你妈妈多爱你们啊。要有耐心，知道吧？现在我的爸爸在跟我的弟弟找变形金刚。哇塞！这个东西怎么弄呀？一闪一闪的亮晶晶。晚上玩肯定很漂亮。啊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哎。这遥控那是遥控赛车，遥控跟哇，直升飞机，对呀，你看，那全部都是你的呀，这些都是男孩子喜欢的。你看你姐姐他们就女孩子就是这样喜欢这种，哎呦，还亲一下呀，哇，你看爸爸被爸爸拼好了吗？我都说可以可以拼好吗？我那天。在看着人家拼好了的，爸爸的汽车装好了吗？装好，还没有装好。刚才不是说装好了吗？差一点点。哦，差一点点就装好了呀！哎呀，爸爸棒不棒？棒哈！看姐姐的小包。女孩子就喜欢包包，男孩子的就喜欢玩具，这就是。爸爸说要给你们贴奖状了，你们要努力努力，争取帮我们家墙壁上面贴满。